就感觉很温暖，很温暖。啊，所以说问我的睡衣是吧？因为我睡觉穿的衣服过来就不大好。没关系，我们问一下，一心你睡觉的习惯是？你们怎么知道？是裸睡吗？就是要舒服一点。要舒服一点。舒服有很多种方式吗？我很懵懂的，就是想知道哪种方式最舒服，对你来讲。真的是他们说的裸睡吗？是，是的。不要否认。换下一话题。这趴我们升迁，不过也可以，我们来一点专业的，就是跟音乐方面分享的。因为今天我看台本哈，我有点懵，说第一胎和第二胎都是儿子，第三胎会不会有希望生女儿？我就在想啊，我就拿这个专辑翻过去覆盖着看，这怎么分公母呢？比较酷的啊，比较酷的，对，比较拽。其实他们说的这个是对，就说觉得比较酷的就是儿子，因为整个 Loose Control 它就是一个很 sexy 的那种，如水般温润的性感男人。男人对、啊，那其实这个 Sheep 就是像，对，就比较炸，感觉就比较炸的 Hip Hop 烈一点的，对，比较屌的这种状况。含蓄的，像 Loose Control 是含蓄的爆发的话。这个Sheep 这张专辑，杨真专辑就是非常明面上的炸给你看、对，就是秀给你看，做自己态度做自己，对吧？对对对，所以这样会很爽，对不对？做这种音乐，其实也比较蛋疼，蛋疼、怎么会让你觉得蛋疼？因为有时候因为有很多嘛，其实这个评判的标准不一样嘛，因为你又是在做的是流行音乐嘛。流行音乐很容易很快就会过时，所以就如果你做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过时了，你不赶快发的话就容易过时，然后你就会有新的歌，你要编出新的歌的话你就没办法，你就把那个给它替换掉，所以就还蛮可惜的。所以本来这张专辑大家可能也知道，其实有五首歌不是就是有五首歌是被替换过了，就是已经是被替换过了的、就是以前也有准备好，可是呢觉得不够好，换掉新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啊，那我们能理解儿子和女儿的差别了，就是儿子可能比较炸，比较这种刚劲一点点的风格，有力量一些，有力量一点。那么，哎，比如说你看，我们永远不过时什么呢？是情歌，对不对？啊，有没有考虑在这个第三胎的时候哈、整个女儿的时候，整那种淡淡然、缠缠绵那种感觉的情歌来给大家分享？要到第三胎才要这样吗？啊？那本来是今天就要这样缠缠绵淡淡然啊，这么快啊，就晚一点啊，啊，我们一起来期待。但是有这样的打算，比如说第三胎时候会做这种情歌，这种啊，撕心裂肺，想你想到就是恨自己的这种状况的歌曲，想你想到恨自己，爱之深，恨之切啊之类的，想到恨。七个字还可以再长一点，再长点啊，就是努力想你想到恨自己，或者是努力很努力再努力一直努力想你想到恨自己，或者是努力过后想你想到恨自己。哇，可以吧？这个比较有意思啊，可以吗？来，掌声认同一下好不好？我觉得是这是有讲究的，努力过后就是说我努力的想去忘记你，但是呢做不到，所以想你想到恨自己。把就是做不到的事情的错归结于我自己，因为我无法不想你，无法不爱你。又好沉迷了。好，非常好非常好，我觉得我们一起期待我们第二胎哈。接下来呢，其实我们会想说，一心之前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给自己打90，其实有10分的不足，对吧？我们就想问问一心，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不足的时候想要去充电，或者说是我们在进行第三胎创作的制作过程当中去做一些充电的事情，有这样的打算吗？其实音乐的充电是一直在充啊，就是在编曲这块主要是多听一些国外的一些作曲家他们的一些好的想法，然后也多听国内的这些好的音乐家做的一些好的音乐，然后把我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加上各种学习，然后柔合到一起成一种不一样的新的风格，然后再把这个新的音乐给它做出来编出来，它又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跟感动。哇，来点个赞，真的是好好学习努力的孩子。
学习是无时无刻不贯穿在整个人生的生命当中的，对吧？哎，是的。哎，终身学习，学到活到老。我觉得现在站在的是大学的这个讲台上面，教书育人的感觉。好了，开个小小玩笑。其实我们知道，大家呢，就是你知道长沙的蜜桃很温柔的，哎，很漂亮，很哎哎。哎哎，说什么来着？刚才很什么？你们听清楚了哈，心里面早有这样的声音。但是他们现在有一个口头禅，叫什么？咩咩哎呦，对不对？啊，就是哎呦。他们说的呢，我听过很多遍了。但是呢，我很好奇，如果这句话一心你用比较他们的方式发嗲的方式给大家叫一叫，会是什么样的状况？我还蛮期待的。没有了啊。你不算账吧，你先演一演，我们来评判有还是没有。怎么有？哎呦，你只我不懂哈，我大概从字面上。他妹妹哎呦是这歌里面是妹妹哎呦 ，so baby I go， 相信别人自己又被伤害，妹妹哎呦，小心翼翼，别对世界怀疑，先改变不如改变自己，先改变不如改变自己 ，no baby 就是这样，歌词是这样。所以你们满意吗？不满意啦！不满意，不够嗲。怎么可能？我跟你讲啊，男生有的时候啊，小小的可爱和嗲，哇，超性感的，真的，是不是？是。穿一下啦，好不好？这是我在游戏里面打游戏的过程中达到一件好装备了以后，好，我有个表情给大家做一下好吗？好。没关系，我来。这样的，打打游戏，打装备本来是这么打的嘛，突然，对，那时候老妈就坐在旁边。老妈的表情什么？老妈就怎么了？我的心肝怎么了？再来一个，他们好贪心，本来以为你们很老实，可以再来一个吗？他们就想看你就是稍微的撒撒娇。因为刚才你那个动作尽管有点这种趋势，但是还是太酷了，真的太酷了，真的还酷啊！我们想看，今天其实就是想在你上看到那种软绵绵、细雨流长、那儿女情长、你长我短这种感觉，来体会一下三胎有可能这种情愫，啊！哎，这比较难，不难啊。哎呦！好了，我觉得医生真的是非常给面子。我刚才都有点小尴尬了，我怕这个事情你不想去开玩笑啊。哥，每次的装扮都好厉害。说到装扮，真的，每次他们准备的时候会有很多超夸张的。今天他们真的又拿了一只白羊过来哦，让我装扮成那样。他说一心也会装扮，可是今天我看到你第二次感觉被欺骗了。然后你知道这个衣服吗？是绿色的，之前他们拿了件水粉红的那种花鸟。后来我理解他们的意思，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在这儿很奇怪才能够衬托你的可爱，但是我愿意，喂，对吧？对，哎，我这个是可以亮个掌声啊，对不对？其实每一次开始签售的时候，哥你一上来，其实就把整个签售的风格都已经定单了，因为看到你就知道我们这次签售会的风格是什么啊？是吗？真希望不要太 low， 只是一个方向而已。我就觉得他们就是应该把这个熊换成羊，你觉得呢？找了没有是吧？不是，有也有，要不然就没这么大号的，因为这是女装。要不然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快递无法寄到。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可能经费有限。好，开个小玩笑的话，今天呢，我也是，比如说从昨天到长沙之后，马不停蹄的就开始吃，因为长沙很多的美食、美景和美人儿，对不对？啊，哎，你作为本地人地主，有没有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长沙的美景和美食？因为有很多外地的妹朵来到长沙。你们今天刚刚到长沙吗？昨天到的。我这边给你透露一下，昨天晚上走完台出去的时候，已经有两三百人在这排着了啊！真的？啊，没有啊？有。是旁边那个剧场，可能我就站台的时候有点错误哈，但是要注意安全啊！就作为这帮妹坨，来自于全国各地的，
给大家推荐一下，比如今天来到这边了之后，长沙哪些美食是值得我们去吃的？因为毕竟可能时间也有限，对不对？大家要回去学习上班啊。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啊，就是其实长沙有一点很厉害的，就是随便进一家饭馆，你也会觉得会很好吃，真的。完了以后，给大家推荐一下什么辣椒炒肉啊。哦。给大家推荐一下糖油粑粑。给大家推荐一下臭豆腐，然后还给大家推荐一下叫做豆腐皮，是吧？是叫豆腐皮吗？小龙虾。不叫豆腐皮，叫什么呀？什么豆腐？豆腐边啊？就叫豆皮啊？好没有技术含量。豆皮也好吃，完了以后那些哦对对对，小龙虾。哇，小龙虾！昨天晚上刚吃的。对，太厉害了！昨天晚上到现在我已经上了三次了，你知道吗？超好吃的，好满足哈！这些是美食，有没有美景呢？给大家推荐一下。美景，其实，比如说，你家那边的风景如何？其实潇湘大道那边也蛮漂亮的。完了以后，因为我在那边读书嘛，我在那边读书，所以。每次下完课放完学以后，我会到潇湘大道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因为它就在河边嘛，就感觉好像还蛮怎么讲，还蛮写意的，整个自己的人生一样，就跟拍 MV 似的在那走着。那不一样，没有MV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美，虽然可能大家看到每个 music video 好像很漂亮，哇，好像很感动，其实你不知道背后乱的，哇，天哪，很辛苦。沉浸在镜头里面都是好的，可是镜头外的很多辛酸辛苦和没有那么的美观，其实大家不知道，对吧？而且本来可能就是拍的时候一条非常完美什么都好的一条，就看到那个角落里面突然有一个什么有个袜子穿帮啦，或者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就不是什么东西，反正放在那个旁边，就觉得哎，这太可惜了，这还得重来一次，就很可惜，很多都这样。对，来，我们全场的朋友给一星和所有的工作人员为了 MV 和音乐做出努力来点个赞啊，辛苦辛苦哈，应该的。哎，那其实呢，我们知道，今年的第一场的时候，艺兴呢真的非常有心，把 X Back 写到了手上，对不对？哦。上一场的时候呢，哇，那更狠了，稳。等一下，我就特别想知道，今天这个睡衣趴你会写哪儿呢？胸口。啊？这不合适吧？合适什么呀？你们觉得写在哪里了？这里吗？腹肌啊！这是胆囊啊！胸肌。Expect 写在了。你怎么那么会玩啊，搞得我没有词接了。所以今天是没有写，对不对？写了，写心里了，写心里了。好尴尬呀、啊！那我先笑一下。好了好了，开个小小玩笑。金星真的是把 X 刻在了心里，你知道吗？我觉得作为一个偶像就是这样子的。第一，要关心大家；第二呢，还是要关心大家的成长。哎，你可以踩。来，很软的，来试试。所以呢，就是一心并没有。当然，作为偶像，任何一点给大家带来影响，都希望是积极的正能量，希望跟着大家共同去努力，对不对？有些东西我们想表达出来，可是呢，别人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我们放在心里，那就是永远和永恒的爱。来，我们再次鼓掌一下，谢谢一心，谢谢。那我们知道今天呢，有特别的来宾来到我们今天特别的家乡的现场，对不对？啊，什么就是你呀、啊？每个都特别。外婆吗？今天来到我们签售会的，除了这些 X Band 这些贝壳之外，好像还有不一样的身份的人，对不对？外婆。啊。你要不要我给你再看看台本啊？好啊。据说艺兴的家人也有来到现场。来了吗？你知道吗？哎呀，我们艺兴的外公和外婆。啊。啊。在我们
音乐 MV 里面也有的，不用不用，我们不要劳烦那个外公外婆上台，我们只是给大家讲一讲，因为这一场是我们回到家乡的一场，是很特别的一场，也是当然呢，音乐这一块也是一心以及家人和所有团队非常在意和重视的一块，是，所以希望大家在这里能够分享好的音乐。所以呢，就着这个话题，我问一下，当初想要邀请家人去参演 MV 的时候，会受到大家的拒绝吗？其实我也想过，就是可能老人家不大愿意出远门嘛，结果就到家里盘，瞬间同意了，你知道吗？瞬间，为什么？你是拿金钱去敲他们的？因为我就跟外婆说，我说，哎，那外婆，我想你帮我一个忙。她，你说吧。我说，您能不能陪我一起去巴黎拍一个 music video？ 啊，真的？那就特别开心，对吧？这样吧，你再学一下当时外公听到之后的反应。嗯，你问我妈一见你我就哭了。我外公说的话是，你外婆没有意见的话，我可以啊，就听外婆的。对啊，真的好好榜样，好模范啊。说到回家，比如说，如果说一心工作结束之后回到家，一般情况下你第一件会做什么事情？第一件做的事情？做音乐，小龙虾，都不脱鞋啊，不换衣服呀。一般回家吗？对，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回家第一件事情开门啊！啊，天哪，这没法接了。开完门之后的第二件事情呢？关门啊！人不进去就关吗？对啊，这不是跟关大象进冰箱是一个道理吗？对不对？你人要先进去，然后再关门，终于胜了一局了。好了，今天呢，我们也是，你看啊，我们说到回家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我们以前亲朋好友到家里串门或者过年串亲戚的时候，要做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团聚在客厅，翻开相册看看，哎呀，你看那以前是这个样子的，现在长什么样了，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翻开相册，看相册，看十几个相册。就是以前在公园里拍的这个照片，满月的时候什么样子？然后那没有吗？我们好像没有翻照片，又很少就是翻照片。那你们都干什么呢？不会坐在客厅很尴尬吗？就是嗑瓜子、看电视，嗑瓜子、看电视，然后又着火，然后要有的人做菜、洗菜，让有。就是自己有共同语言的人可能就聊一些自己的共同语言，然后没人就是大人们可能在窗台就是聊聊天什么的，大家都这样，就是很轻松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有没有那种状况，就是可能几年都没有联系，可能没有那么熟的亲戚来到家门去看看我们以前的共同的照片，我们是设想这种情景也没有啊？太好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创造这样的机会啊，来体验一下。来，今天我们来，有请我们工作人员上下我们的相册哈。今天我们在进场的时候呢，把我们这个，通过七大姑八大姨好不容易攒齐了100个人哈，所谓的亲戚的一家亲的相册放到这里，你都瞅瞅大家现在都长得什么样了。另外呢，家里人也嘱托了，这里头呢，如果说有准儿媳妇的人选的话，咱们也可以接下来相相亲。哎，你要不点点号什么那个，你看看。11号好像又没有，十一号又没有人，不是，是11号的照片。十一号照片在这里，掉的很掉。哇哇！其实我们，我发现我的，对，谢谢哥，我的粉丝朋友们也都是不按牌理出牌，你看也没几个人穿睡衣。他们都喜欢裸睡。哎呦，咋的？有男观众哎！啊，你要不要叫我？65号，哦，真好，真好。93号又不见，93号又不见，小朋友哎，小朋友，你不要 Q 一下他。92号，九十二号在哪里？啊，那你啊，哇，真的是很可爱。对，我知道一心可能就是有点难抉择哈，然后所以呢，就是这个本子我们可以拿回去啊，私底下想一想，再考虑考虑，好不好？好嘞，那今天也是再次感谢我们，哎，OK， 好好的，
谢谢高颜值爱自拍华为 Nova 2对我们本次活动大力支持。那今天疫情呢也是回到我们这个家乡来了，想必有很多的话要给大家去分享。那么今天我们先进行签售和见面的环节，那么这个环节结束之后我们再坐下来慢慢的促膝长谈，好不好？好嘞。好了，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艺兴和我们每一位贝壳们，请工作人员上我们的签名台。哇，还有个鸡头啊，真的哇，你们真的是，他们今天有点奇怪，就没有太多人穿睡衣，裸睡，对吧？都不穿睡衣的，都是跟他一样喜欢裸睡的嘛。